星月，我们只想求财不想伤人。你现在要是告诉我们蓝宝石矿到底在哪里，我保证不伤害你们任何一个人。蓝宝石就是星星石，星星石在高征鹤家，你们想要你们去拿，我给你们。还跟我装傻是不是？别跟他废话，我就给你两分钟时间，你要是再不说出宝石的位置，我就打死他。我倒看看是你的宝石重要，还是你的男人重要。嗯，高正赫，你也是个聪明人，就别再浪费时间，赶紧让你的小女朋友说出矿脉的位置，不然两分钟之后我们就真的再也见不到面了。星月，你怕吗？和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。你还记得天空中彩色的棉花糖吗？他非要我撒谎，我不能撒谎。那人都不一样，高正他要不撒谎的话，他会很危险的。记得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。三、二，老板，开干！